好、啊，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个比较厉害的话题哈，就是你的你在写程式的时候啊，如果程式很小，直接写就 OK 没问题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的程式很大，哦、啊，程式很大的时候就会很麻烦啊，因为写的前面可能会忘记后面，然后要调整的时候可能会。 这边有顾到，那边没顾到，啊，所以我们有一个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叫做模组化的思考，啊，模组化的思考。那 Scratch 里面怎么样可以使用这个模组化的思考？来，各位想一想。啊，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，老师很辛苦，对不对？啊，每天要做的事情一大堆。 那比较聪明的导师会怎么处理？他是不是会找几个鼓掌来帮他？啊，班长啦、啊，风气鼓掌啦、啊，总务啦、啊，卫生鼓掌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如果他需要收钱的事情，他会找谁？总务鼓掌了、啊、哈，需要管秩序会找谁？风气鼓掌。啊，所以当我们把一些工作， 很清楚的把它分出来之后，交给另外一个人。那以后你要做那一件事的时候，就直接请他做，你也不用管他里面怎么做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这个就是模组化的思考。好，所以，呃，在我们写贵曲的时候，是可以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啊。好，那我们来讨论一下哦。 好，首先最基础的哈，最基础的。好，我们一般写程式呢，各位同学都是直接啊，你一定都直接啊，我拉一个积木出来，亮灯，好，然后呢，等待一秒，对不对？就这样一直接着写，对不对？可是，如果你想要养成系统化的思考，啊、哦，模组化的思考。 我们会习惯这样子哈、哦，好，这个是啊，绿色的亮灯、关灯，对不对？好，那、啊、因为他们的动作都一样，你有没有发现？红灯的动作也是一样，啊，蓝灯的动作也是一样，都是先开灯，等一秒，然后关灯。那动作都一样，我就不用每一个都一重新拉积木。 所以我在拉积木的时候呢，我就先拉一组，好，先拉一组，然后另外第二个第二个积木呢，我就按右键直接复制，好，先放到旁边，先不要叠在一起，然后就这里改红灯，对不对？改红灯，改红灯，好，那另外一组也是照做，那我就会得到三个三个颜色的亮灯、熄灯、亮灯、熄灯，对不对？ 那这样的东西你还不要叠上去，所以当我们在思考的时候，好就会哦，这是红灯的部分，啊，这是红灯的部分，这是绿灯的部分，这是蓝灯的部分，啊，你就会分区块去思考，啊，如果三个都没问题呢，啊，三个你都测试没问题，分开测试没问题，我们就把它叠在一起，啊，这样三个就没问题，啊，这个也是。 模组化的思考，区块化的思考。那另外一种方式呢？啊，各位在玩 s q u c h 的时候，呃，你们都会习惯在事件里面有广播，对不对？哦，广播。那我可不可以把这个当做，把它叫做绿灯亮一秒？啊，新的讯息，绿灯亮一秒，确定对不对？ 我把这个模组就叫做绿灯亮一秒，那所以这一个就会叫做红灯亮一秒，红灯亮一秒，那这一个就会叫做蓝灯亮一秒，蓝灯亮一秒。 啊，当你三个模组个别做好的时候，之后呢，我想要做这件事，啊，我我呃，程式一开始我想要叫红灯亮，那我就直接呼叫红灯模组，对不对？广播讯息必等待，并等待，啊，我就直接这样红灯亮一秒，对不对？那我想要亮绿灯亮，那我就加这个改成绿灯亮，所以我如果想红绿红绿闪烁。 怎么办？我就直接重复就好。好，所以我的主程式就变成这样的这样的内容，然后你的每一个东西变成一个模组，变成一个区块，哦，这样也是可以执行的哦。你看一下啊，啊，一样是可以执行的哈。但是你的写程式呢，会有什么好处？主程式很清楚。 一看就懂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的副程式，你的每一个模组要修改也很方便啊、哦。所以这样，当你的程式变很多、变很杂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很有系统的去做修改，去做啊主、呃、程式的顺序的处理啊、哦。可以 debug 也会比较简单啊。哦、debug 是除错的意思哈，写、哦、问题啊，写程式有问题。 我们把错误找出来，这个动作叫做 debug，就是除虫除错啊。所以这个叫做模组化的思考。那你也可以用函式积木啊，建立一个积木叫做红灯亮一秒啊，确定啊，你就把这个红灯亮一秒呢。 贴过来，好，那这样也可以使用这一个积木，啊，使用这一个积木来当做，啊，当做你这个呼叫的广播的意思哈。那广播跟定义不太一样啊，不太一样，这我们下回再做分解啊。好，那这个是比较进阶的部分，啊，所以你可以使用在你的现实生活上哈、啊。 如果一件事情很大没有办法解决，那我可以把某些固定的工作分出来，请人家帮忙这样的事情就会比较好解决，同时会有很多帮手。那哪里出了问题也比较好修正。